all the way down here next to 99. Here? Yeah, 99 is down here. It's all the way down here, Amazon. It's a big building. It's a building right now. 刚才那个销售所指的位置就是亚马逊的物流中心所在的位置。亚马逊物流中心占地93亿亩多，总共85万平方英尺左右，预计2021年开工，将会创造1000个以上的优质就业机会，所以这边的房价都涨得比较好。目前这个样板房是50面宽的，样板房的户型只剩下7块地可以建。样板房是4房3卫，2车库，面积是2039平方英尺，一层的独栋，价格是30万6990。这个50面宽的起始价是30万6990。小户型总价低的房子都是靠抢的。小区位于 Richmond 的大型规划社区，靠近 Grand Parkway 和 West Parkway， 离苏格兰和中国城和 Katy 只有20分钟左右的路程，交通、餐饮、娱乐都是非常方便的。样板房都有一些升级，目前这个样板房没有现房，如果选地块建的话，完工一般需要4到6个月。50面宽的这个户型的话有5000的优惠，如果选择对方推荐的贷款公司的话有1%的过户费用。小区的物业管理费是827一年，地税是 2.96。学校属于普遍社区，小学评分是8分，初中高中是6分5分。开发商也可以进行非常个性化的定制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添加我的微信号，索取更多房产资讯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